就这么多我们的后生晚辈呢，把路都开得非常平坦。是是是，以前要成就一个巨星是非常困难，太难了。现在满街都是，你看，真的是。你看，瑶瑶过两天就叫瑶池金母了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天王天后满地跑。以前多难啊！对，现在只要有嘴巴就主持节目。是是是，眉毛稍微浓一点就男主角。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难怪飞哥每次要画眉笔啊。那在这边我也可以讲一下，我其实是中视所谓的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娘家。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呢，感谢中视让我能够去做外景主持人。所以我是在这边开始的，我当初还是签约艺人。来来，你往中间站，了解了解，就是这样。没有，已经讲完了，问题是。讲完了。不是，飞哥的口味越来越难抓。对，可能瓜哥还在剧，他就是觉得很纳闷。一下是萧大美人，哎呦，漂亮哦！新闻又写林慧萍，一下又姜蕙，到底你的口味是一直换的话？哎呦，听说现在是惠子啊，也很有特色啊，不错啊。可以关心一下这方面吗？因为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，也是善意啦。但是难离本行，只要进了中视，就想问说，请问到底您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孩？是，大概是像说丁柔安这种感觉。你呀、啊。您这是走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希望不久的将来真的可以喝到喜酒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师父没结婚，我们怎么敢？说实在，这今天非常开心啊！是，对啊，我们太久没有这样同台站在一起。我40周年了，立足台湾嘛，放眼国际，对对对，这就是将来我们中视最大的一个愿望，这个就国际化啊！只要有华人的地方，就有我们中视。好，我们祝中视40周年快乐！啊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二位，谢谢瓜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又是一位能够代表时代的一位巨星啊！我们再来欢迎陈莎莉小姐。我坐着不好吗？那我重坐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能起来做早点已经很不容易了。难吃就将就着吃吧，就算他是故意的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。母奶是老天爷给的，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。如果你们是朋友，你为什么找不到他人呢？你现在马上给我出去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打电话报警。沈医生，你给我出去，你是强盗还是流氓啊？还是我媳妇欠你钱了，你这么粗鲁的上门找人啊？你凭什么呀？什么叫兄妹之情啊？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。演婆婆，尤其是花系列的婆婆，一句酸酸的回答就知道陈莎莉演得有多呛。